瞅啥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带别的女的回来过，就这样，你爱信不信？行，就这样就行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生气了，我要出去冷静冷静。不是你出去，你生啥气啊？你别作了，行吗？别拦着我。大晚上的，你出去干什么？那你跟我解释清楚。你怎么来了这么晚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姐，你过来一下。干嘛呀？有事儿。哎，他在这干嘛呢？你自己问他去。你干嘛呢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哑巴呀？你他妈跟谁挨着呢？不是你个臭打工的，说你怎么了？我今天替你爹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姐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？你就会说我。你这么晚去哪儿啊？干啥呀？你陪我出去一趟呗。陪你出去干啥？他这气呼呼的出去了，大晚上的也不安全啊。哦，你想找他？那你给你爸妈打电话就行了。再说我也没有这个义务，咱俩还没咋地呢。我怕他不学好，都不知道他干啥去了。哎呀，我没空，没空啊！哎，你陪我去吧，不怕黑，求你了。